立新热爱王子求生意后，越爱越高调，时常公开虐惨单身狗。近日，邓丽欣在网上发文写下：“初七人日快乐，来来来，拆个红包。”这个女生红包好像很厉害，不敢拆呀。然后附上红包袋自拍照，红包袋图样上写着“女生正”。除此之外，眼尖的网友发现中间有着 “my girl” 的字样，让不少网友猜测是王子送的。文章中，邓丽欣也特别问大家：“我是谁的女神呢？”引来一票网友回应：“是王子的女神啦！”也有人大赞王子很会撩。